能看得清。有些兄弟可欢能迎送来饭到卡英啊，没太雄看联见，盟。谢谢花里胡哨。不是因为不念你，是因为看确来实你是的没小瞅伙着。伴大出手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我见我见们人就也跳自了有啊！准备。啊，我见着人就跳了。那黄人怎么的呢？你是，我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，我试做一次挑战，我是给你点面子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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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几个不怕死的，点点起飞了，我的人头啊！谢谢方大大福。我让你摆脱了蛋壳，我可把你塞回去。谢谢那个被遗忘的人，我回去干什么？我回去，我线上不要了，我要崩了，我还回去干啥？我是上单，是上单波比，起飞了，兜兜兜，烟熏他们，兜，耶，那鱼有点厉害啊，点点点点，我们来找点乐子吧，赶紧升级，我们如果先比那鱼升得快，那鱼就会死。如果那鱼比我们先生的快，我们可能会死，明白不？起飞了，兜兜兜兜！啊？近距离接触。哎，我点谁了？为啥没死啊？小心龙息！玩个鸡巴！我没点他吗？我点他了，好像我是点兵了吗？龙都是会骗人的。他喜欢吃人族的食物。哦。完成没？完成了吧？感谢啊，感谢的兄弟们。哎呀，完事了，咱也就完事了啊。我把这都给他擦了。接下来去哪儿？打那鱼一定不能让他有怒。虽然不是最大的龙，不过是最棒的龙。小号中了，可以最后补一手。现在那鱼的怒有点多啊，我们先不跟他打。所有龙都这么沉吗？哎呀，点点点！有不想要眉毛的人吗？你这个齐亚娜过来，我说句实话啊，他可能能秒你。为了避免他秒你，我决定先让他秒我。抓牢你的束带，需要来点火吗？
七岁。火焰意味着他喜欢你。叫那个吧。来试试让我们分开啊。我生了，哎呀，没生。起飞喽！点一下。这个在打招呼呢。我可有六了，鳄鱼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这波感觉能杀他哎。一出点烟给大点，不用跳他脸儿，这波，这波我们直接远程形态啊，直接炮形态小波比，我们就不使用锤形态了。谁乱配件了 ？OK， 起飞！谁乱配件了？我看看，谁？这拉丝啊，这拉丝确实挺难办，不是很好办的。不过我已经起飞了。你们随意，好吧。等你长大了，就可以带我飞了。哦，现在也可以飞。附个扣，那鱼刚才应该直接跳他脸，这波那啥吧，直接把他打残吧，也飞走。哇哦，把剑点走。哇，黄子别这样啊，团灭了。黄侄怎么移动速度比我快啊？不应该呀、啊！他为什么能扣到我？团灭了，兄弟们，全死了。现在应该直接跳鳄鱼的脸也没什么问题了，或者是黄子的脸，他们都打不过我。要脸吧，不点比。他把主人物视作一次挑战。叫那个吧，扫得干干净净。想看看我什么吗？点点点。
点。走吗？不走吗？走不走啊？往这边走，起飞了！抖抖抖，再起飞，点点，撤，回去收兵，把那个鱼给我杀了。漂亮，哇，奶妈居然有奶，我以为你没奶呢。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哇，你居然是有奶的，不可思议。走啦！这是给你的。拆塔狂龙，先来个海妖。海妖出完出什么来着？出绿叉。收手吧，波比，外面全是城楼，赶紧下路打一波团战。这波呀，这波其实可以打呀。起飞了，抖抖抖抖，起飞了！我已经尽力了，兄弟们，剩下交给你们。婉豪已经没血了，小心龙袭，永延续他们。我知道怎么打的吗？我要先去吸点血吗？先吸点血啊。好，可以打了，这边起飞，起飞了，抖抖抖抖抖，起飞，怎么还有意义啊？这泽拉斯，哎，我本来以为这波我要全杀了，我没想到只能杀一个，可惜了呀。撤吧，老妹儿啊，你的位置多尴尬呀，这位置。泽拉斯为什么有意义？就是没意义就好了。多少钱吧，泽拉斯？泽拉斯咋没钱呢？早知道我杀这女枪好了。怕什么？我搁后头呢，这女枪杀了多好，可惜了。对面刚才少两个人，三打五，给俺们家全打残。三打五，龙都是会骗人的，真牛呗！起飞了，抖抖抖抖，起飞了，抖抖。你是390，我是396。杀他就别用技能了。我们最好是单带能找到这个女枪。你敢拿一个人头，我拿你个蛤蟆啊！礼尚往来，咱谁也别怪谁啊！我告诉你，
咱谁也别怪谁。起飞了，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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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！哎呀，真他妈的，他怎么这么多技能啊？这个人啊！啊，哪来那么多技能啊？好烦，没杀掉人。再见！救救，快救救！救救我！打个红。哇，齐亚娜可以，我来啦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，在这里。这鳄鱼什么伤害？这鳄鱼怎么蓄区这么低？我以为他要秒我，我没想到这鳄鱼是个弟弟。拆塔狂龙，我起飞了！我这个人啊，我这个人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是饶不了你。谢谢奶妈的奶。来试试让我们分开啊！女枪居然没在下路，那我们把这个位置啊，二塔给他拔了，拆塔狂龙，咻！进草丛，速度。这是给你的。谁来进来的？肖带呀，这是死了。肖带，肖带怎么死了呢？我们来找个点心给你吃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哎呦，漂亮！这不全杀了吗？亚索换人了，怎么没用我呢？打吧，我去把灯塔拆了。你们打小龙，我去把上路峡谷打了。啊！靠！看上去有极强的可燃性。没注意，我寻思我给他秒了那一下，我这也不能啊，怎么没了呢？我给忘了，这脑子不行了。你为啥黏糊糊的？
老子不行了。那女枪为啥不敢打我呢？我纳了个闷呢。这女枪好怂啊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两下不把我打死了？你瞅你的虚虚，这一个坑打我那么多血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来一个，主要他那罩我破不了。十一级，他十一级，他有伤害，那不一样了。我这是 ADC， 我现在要是个鳄鱼，那他可能有点问题。但我们这是属于这是 ADC， 差100级也没有用。脆，他就是害怕，你知道吗？稳健。给他们展示下你的能力。他太稳健了。齐亚娜玩的不错，但是轮到我们收割了，起飞了，点我起飞了，点点点走呀，推推棒了，啊，不上我来，奶妈我救你行不行？奶妈我这是我守护者给你触发的，行不行？来吧，在这等一下吧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人，看看哪个倒霉蛋过来。哎，倒霉蛋，倒霉蛋儿喽，倒霉蛋儿喽，兜点倒霉蛋儿了，我擦，我五杀，他把女枪秒了。哎呀，晚豪那可不行，为什么跳两次？因为一技能能刷新跳呗，就跳两次了。